逐渐没电了。美女，你公司二号线。老板，能跟你商量个事儿吗？老板，来碗炸酱面。哎，好嘞。生命的名字停留在我的喉咙。
件儿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公司这边正好缺一个人事部经理，年薪30万。那你来我们公司上班吧。老板，刚才我可以理解，但是你怎么可以把公司这么好的位置交给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人？只想与你分开，思念却没对白。文武先生，把人事两个字拆开，先做人后做事。你大哥说做人没问题，我相信给他一段时间，他能做好的。明白了，老板。哥，把卡收好。那好吧，我试。走吧，哥，上车，咱们一起看看母亲怎么样了。